在我做模特之前挺梦想能够来巴黎，但是做模特之后就觉得一定要来巴黎。威尼斯，然后做过很多的度假系列，然后当然我们也在巴黎的大皇宫走过很多的高级定制和成衣系列。这一次呢其实是去看香奈儿的成衣，所以我觉得很期待。香奈儿的秀它不仅在服装上很让人期待，音乐很让人期待，其实也让很多人期待它的舞台设计。然后他的这些装置艺术其实也坐在了这个秀里面，把这个秀跟这些艺术品合二为一，所以今天很期待，我不知道他的秀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。